爸爸学画画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画一只麦当劳的 Hello Kitty。首先呢，我们在纸上画一个小圆形，一个小圆。左边呢，画一个蝴蝶结的圆形。右边呢，也一样，它是一个斜着的，是不是？再给它一个 N， 一个 N， 就是 Hello Kitty 的这个蝴蝶结。左边这里画一个小短线，右边画一个小短线，看不见咯。然后画一个弧线，中间鼓起来一点哦。再给它一条弧线出来，收回去，这是它的一个帽子。帽子的左边呢，画一个尖角，小猫的耳朵，右边也一样，一个括号。右边呢，先不着急，右边呢，先画一个椭圆形，一个耳机一样，被挡住了一些的椭圆形。接着从这个椭圆形的下端呢，延伸出两条线横着过来，就像那个耳机的那个麦一样。这里画一个圆形，就是那个说话的麦，是不是？下面呢，这个弧线还是延伸过来，把它们连起来。OK， 然后画 Hello Kitty 的眼睛，在这个头部中线偏下一点的地方，竖着的椭圆形，竖着的椭圆形，可以把它给涂黑哦。有一个高光 ，OK， 两个眼睛中间下方的地方画一个横着的小椭圆形，做它的小鼻子、小腮红，在眼下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画它的小胡子，右边挡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只能画左边。第一条胡子在它眼睛上端的这个地方。出去，眼睛下端这个地方斜着出去，中间两个取中间的平分点来画它就可以啦，这是它的胡子的画法。它下面的衣服呢，在眼睛外侧的地方向下延伸，这就是这个位置，向下延伸，看到没有？向外弧收回来，它的身体会比较短一点。收回来 ，OK， 然后这里把它连起来，中间平分，这里画一个小短线，然后在这个两个眼睛中间的地方的位置，在衣服这里看见没有？下来这个位置画一个弧线，做它的领子 ，OK， 然后它的衣服就画出来啦，然后左边。伸出一条斜线收回来，右边也一样哦，斜线出去收回来，然后画一个半圆，半圆做他的手手，他的腿腿也是这个样子，画一个露出来一点的半圆就可以啦。他是一个麦当劳员工，所以呢他的帽子上有一个 M 的标志，先画一个，中间画一个，画一个 M 的字母，然后把它画成双线的，外面再加一圈就可以啦。胸口的地方我要画一个，你看 M 横出去双线，胸口再给它画一个爱心吧，给它加一个口袋吧，OK， 这样一个可爱又简单的 Hello Kitty 就画出来了，对吧？那我要给它一些装饰，比如说，在这里我要给它画一个麦当劳汉堡，怎么画呢？首先画一个弧线，连起来，然后用波浪线给它画一些，不规则的这种波浪线，然后再连一条宽宽的条条在这里，
然后再画一条波浪线，不规则随便画就可以啦。这条线延伸下来，然后画圆角边收回去，哎，米个小汉堡就画出来了，再给它加点小芝麻，嘿，小汉堡是不是就出来啦？哟，接下来我把 Hello Kitty 的外形加粗一点。好啦，我们来学习一下 Hello Kitty 的拼写吧。Hello 是一个很简单吧 ，H-E-L-L-O， Hello 你好。Kitty K-I-T-T-Y Kitty 小猫 ，Hello Kitty， 是不是可以翻译成一只很有礼貌的小猫呀？今天可爱的绘画结束喽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